大家好，今天出来去山上玩，我爱人呢刚好打电话叫我去丈母娘家，刚好山上特别多这种野果，然后呢摘了一袋野果去给丈母娘尝尝鲜。丈母娘都没有吃过这种水果，特别新鲜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不是黄皮果，这个是山上的一种野果，它里面的果肉呢不是跟黄皮一样的吧。丈母娘吃了笑眯了眼，给大家吃一个，果肉特别大，有点甜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有没有朋友认识这种叫什么水果的？我山上特别多，就是没人摘。给丈母娘拿了一袋野果，我回去的时候呢，丈母娘还给我抓了一个鸡，一袋水果换一个鸡，值了。好了，再见。